哎，我来接孩子。啊，小管带着他晒太阳了，你先进来，一会儿我带你去。哦。这给你。哎，你什么都不用拿，这孩子东西家里什么都有。啊，这不是给毛毛的。嗯。这是我给妈的生日礼物，还织了一个毛衣。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，你回去帮着给试试吧。哎呦，这一针一线的可够费工夫了，这可是大礼。以前的妈的衣服。 不都是我给他买的吗？这点心意吧，拿着吧。行，那我先替我妈谢你了。啊，那我先换个衣服。好。哎，啊，妈，玩具都拿出来了吗？啊，差不多都拿出来了。水果别放在这儿，把它洗一洗，切一切，小孩要吃的。 妈，那切了一盘了，我怕早切不新鲜。那地再拖一拖，小孩喜欢爬啊。行行，哎，来，看看谁来了。哎呦，叫奶奶吧。奶奶，哎呦，乖了，哎呦呦呦呦，要玩哪个？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小强给妈带的礼物。哦，小强给您带了份礼物啊。哎呦，你看真客气。来，你要不要吃苹果呀？ 要好，来去洗洗手，洗洗手，让阿姨带着洗洗手去。来，快点洗洗手去。啊，走，咱们洗手去啊。不容易呀，你看看，这都是一针一针织出来的。妈，您看您这回裹生日，兰心这儿也忙活好几天，我求您件事儿，别老蹬着他面说小强好了，行不行？ 你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好就是好嘛，还不能说呀？是，人家对你也不错嘛。小手伸出来啊，那只，哎，好，好了，你站好了啊。你妈活到这把年纪呀，真情假意还是分得出来的。 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扭身拿毛巾箱给他擦手，不小心磕了一下。哎呀，你看，赶紧抱他到我房间给他擦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怪怪怪啊！小二，你怎么带的孩子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磕到头，这要磕到眼睛怎么办呢？是妈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谁知道，兰心，你有火冲我来，你敢动毛毛一根汗毛，我跟你拼命！ 妈妈，奶奶来了啊！要吃？哎呦，哎呦，大哥，哎呦，你看看奶奶有没有叫奶奶？哎呦，那有没有叫爸爸？爸爸。哎呦，真是乖哟！奶奶剥虾给你吃好吗？嗯，还想吃哪个？你要吃哪个？这个。这个。好好好，哎呦，吃菜菜是吧？就是。来，慢点。哎呀，嗯，吃饭，宝宝。 嗯，好乖，拿小勺去。小心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不要把我们的头碰到了，又烫到我们了啊！那吃个虾子好不好？哎呦，乖了！有没有谢谢奶奶？哎呦，乖了！吃饭吃的真好，真是是一根菜花，好吧？啊！呦呦呦呦，好乖呀！ 叫爸。哎呀，真是！啊，给他来点豆腐。加了加。快吃给奶奶看。哎呦，跟你小的时候啊一模一样啊，感觉就像昨天。一转眼呐。 你的儿子也这么大，您别在这儿怀旧了，睡着了，咱们那边聊去。我想帮毛毛开个户头，每个月给他存个3000-5000的当零用钱，明天帮我去办。
还零用钱，他才2岁，要那么多钱干嘛呢？我留着也没用啊。嗯，钱给他存着，将来长大了买房子娶媳妇儿。我等他长大了，那房子不知道什么价儿。嗯，我这别墅不升值啊。嗯，将来我死了，还不都留给他吗？你看，活得好好的，说这干嘛？什么活得好好的？就你那老婆。我迟早被他气死。没那么严重。儿子，你这个老婆的心思啊，我们没有人摸得透。她太深沉了。这样的女人呢，可怕。你说，你要是没有离婚，我们一家四口过得多快乐？ 我犯得着看个孙子还要看别人脸色吗？妈，我都走到这步了，你就别说这话了。好，妈不说。可是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这都是命。 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最近公司一切都特别好，我呢就借着招兵买马，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儿子，你干得真不错。哎，你和爸还都好吧？我们都好，你放心，你爸爸每天都在练字儿呢。哎，你让爸爸听电话。我在外面呢，你要和他说话，那你就和他视频吧。那行。 小强啊，哎，快进来，进来，来，你这儿坐。啊，兰心你好，小强呀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坐一会儿。啊，不了，妈，出租车就在外面等着呢。毛毛呢？在楼上跟他爸爸玩呢。光耀啊，舍不得让儿子走，再坐一会儿。 别忙活这个了，你到厨房啊，给小强倒一杯蜂蜜水。哦，我不喝。哎，我在电视上看的，这蜂蜜水啊，对女人可好了，养颜美容，越活越漂亮。兰心呐，再加一片柠檬啊。片片。小强，儿子在这儿，想妈妈了吧？ 哎呦，哎呦，怎么又买了把玩具枪？这玩具枪都买了好几把了。小孩嘛，逛玩具店的看着都喜欢。小男孩嘛，不就买枪吗？又跟奶奶彪彪吗？啊，彪彪，彪彪吗？彪彪。何止买枪呢？妈还买了一堆呢。你看看，都在这儿了，待会儿都给他带回去。哎，蜂蜜水，小心烫。嗯，妈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再坐一会儿嘛。 送完毛毛，我还要去上班呢。啊，好吧，光耀啊，哎，那你帮忙送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走。这些东西就放这儿吧。带着吧，他都喜欢。是啊，走，不管。奶奶送送，哎呦，宝贝儿，跟奶奶拜拜。哎呦。
妈妈要走了，奶奶好舍不得呀，还要一个礼拜才看到你哦。妈，我回去跟佳明商量一下，以后每个月让毛毛在这住一晚上。真的？啊，我没听错呀。真的吗？小强啊，这真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亲亲奶奶，亲亲奶奶。亲啊，亲亲啊。咱们走了啊。看到他的东西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于小强和毛毛了。你没事跑到我的屋里发疯啊？我是快疯了，我快被你们逼疯了。这是我的家，凭什么于小强趾高气扬的让我给他倒水？凭什么我低三下四的像一个下人一样？他们再进我的家了，我坚决不让他再踏进我家半步了。你凭什么呀？毛毛是我的孙子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的家，还轮不到你说话呢。你要是看不顺眼，你可以走。我不走，我凭什么走啊？有本事咱俩耗，看谁先把谁耗走。妈，刘先生，你母亲现在还处在危险期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就看今天晚上了。我们会密切关注。你别担心了，我跟医院都打好招呼了，妈一醒咱们就找最好的病房，我还请了医院最好的护工，绝对不会让妈受罪的。请你走。光耀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气妈的。我请你走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气疯了，我不知道我说点什么，你相信我？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是不是昨天妈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啊？才诱发她得冠心病的，再加上见到毛毛一高兴，没错，没错。就是因为妈妈吃大鱼大肉太多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了吧？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一直在认错吗？我也不想妈妈住院的，我会尽我所能的照顾她的。你原谅？你照顾她什么了？你以为花点钱换个病房请个护工就叫照顾她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兰心，照顾人是需要用心的。我想请问你，这辈子什么时候用心照顾过别人？我用心了，我真的是用心的。什么叫用心呢？只有于小强算用心，对吗？我知道，现在在你们心里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
他确实比你好。我承认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，我不说。但至少他懂得什么是孝顺老人，他对我妈妈像亲人那么好。如果这件事情换成是他，他绝对不会阻拦我妈妈去见他的亲孙子。可现在坐在这儿的是我，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。 刚才我给毛毛脱衣服，发现有个红包，里面有1000块钱，肯定又是他奶奶偷偷塞给他的。花了呗。我是认真的。这红包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收，大大方方的花，这样人家才能大大方方的给。你想想，人奶奶要给自己孙子红包，每次都得偷着摸着。 这该多难受呀！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们也不吱声，就这么把钱给花了。那你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就说：“奶奶，谢谢，我们全家都谢谢你。”我给他奶奶打个电话，我就说红包我们收到了，让他放心。嗯。家里电话没人接，我能给老刘打个电话吗？你今儿怎么了？打个电话还要左请示右请示的？那我肯定得右请示右汇报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宰相肚里能撑船。 哦，我刚给家里打电话，电话没人听，妈在吗？你让她接个电话。妈现在没法跟你说话，突发性疼病，现在正在医院呢。光耀，妈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好，一直昏迷着呢，医生说得24小时监护。那现在我能去看看吗？您坐吧。 兰心呢？我让她走了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没事，懒得说。谢谢你这么晚跑一趟。别再说谢了，妈怎么忽然就这样了呢？嗨，一个也是岁数大了，二一个在家里面，兰心怄了点气。那你也别太着急了。 妈那么强的人，一定会挺过去的。是吧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能不着急吗？我妈对我太重要了，从小到现在，我就没离开过她。这你知道。我爸走得早，我妈是又给我当爸又给我当妈。 就像我背后的一棵大树，让我老是觉得有依靠。
忽然间，我觉得这树要倒，我有点怕，我就这感觉来不及了。从来没发现自己这么脆弱，这么不堪一击。这一刻，在以前七年的婚姻里从来都没有过。直到今天，我又了解了他。我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他也有如此不堪一击的时候。妈现在没有办法喝水，嘴巴都干得起皮了，只能用这棉签蘸着。一会儿我走了呢，你就看一下表，隔一段时间呢，就给他用这棉签蘸一下。好。谁啊 ？Hello。怎么是你啊？小强姐在吗？她出去了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你是不是喝多了呀？没有啊。你先进来坐会儿吧，等酒醒了再走。来。嗯。慢点。说他后悔了，他后悔去跟艾米劈腿。你知道，现在后悔对于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。既然小熊姐不在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别动。你先坐会儿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等他回来，我让他好好开导开导你吧。喂，对不起，我有点喝多了。我要给你，我给你拿杯水去。慢点喝。小珍姐那么好，你一定很幸福。嗯，祝你幸福。嘟嘟是来找你的，他喝多了，我就抱着他在沙发上先睡会儿。我没喝啊。
多。先送他回去，谁管他呢？今天晚上就让他睡这儿吧。一会儿他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还可以把他送到医院去。你先给他拿床被子。好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啊，不哭不哭不哭。跟我说，今儿凯文给他打电话，想跟他复合。他们之前是因为凯文劈腿，所以才离婚的。你看着我干嘛？将来你会劈腿吗？不会。你发誓。我发誓。要是我劈腿了，你就劈我。好闻吗？什么味道？他好像吐了。他走了。啊，来，这是他留的纸条。念一下吧。啊？念一下。佳明，小强姐，昨天晚上喝多了。竟然借宿你们家里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谢谢。希望不会有下一次，爱你们的嘟嘟。不会有下一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会有下一次。哎，干嘛呀？怎么搞得好像我在写检查做检讨啊？你几点醒的呀？我刚醒。你怎么起那么早？你看他昨天晚上都喝成这样了。我想他早上起来胃里一定很难受，想去给他熬点粥。没想到他走了，要不我待会儿买点东西给他带到公司吃吧。太好吃完好了，你喝点吧。我不喝。我这是给你熬的。你不是给他熬的吗？你吃醋了？我早饭都没吃，还吃什么醋？你这昨天晚上不是好好的吗？你还照顾他呢，还说要带他去医院，怎么早上一醒来就变了呢？
你变了，我就变了。来，灯。你这是干嘛呀？那么早把他叫起来？我带毛毛去医院看他奶奶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跟我去干嘛呀？你不是说我变了吗？妈，您喝水吗？您需要什么您跟我说啊。哎呀，您还是醒来好。老天爷保佑啊，您就不知道昨天晚上给我吓成什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强来看过您，还有啊，我让兰心走了，省着他在这儿招您生气。啊。奶奶。奶奶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妈刚醒。妈，你醒了。小强，坐这儿。哎，叫奶奶过来，来看看奶奶去啊。哎呦，麻烦你跑一趟啊。老人开心就好。叫奶奶。啊，给奶奶吃糖。哦。哎呦呦呦！好，妈，您看这一家人都来看你来了，这回您高兴吗？小强。你别走啊！哦，我不走。陪着我。我陪着你们。啊，你们都陪着我。我都陪着你妈。林哥，少说话，少说话。妈，您看这一家人都来看您来了，这回您高兴吗？小强，你别走啊！哦，我不走，我陪着你们。怎么了？大白天的犯困啊？你不知道进老板办公室之前要先敲门啊？我敲了呀，你没听见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我看见你黑着个脸进公司，那怎么我都得过来关心一下老板大人吧？怎么了？哎。我今儿早上带毛毛去医院看他奶奶。这老太太一见孙子吧，病好像一下子就好了。毛毛也乖，奶奶长，奶奶短，叫个不停。我看着他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恍惚觉得他们好像要团圆了。你啊，就爱钻牛角尖。现在你跟于小强在一块儿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那以后呢？我觉得毛毛迟早有一天会回到刘光耀的身边。毕竟血浓于水。以前我觉得，只要我对他好，他就会跟我亲。可是我现在特别害怕，我害怕有一天他真的会离开我。你知道血缘这个东西。在他们之间就是情感的纽带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它就好像是一条永远都跨不过去的河。哎呦，感情你现在心里已经血流成河了，你跨不过去，那你游过去呗。哎呀，告诉你啊，等毛毛长大以后，他一定会明白你对他的爱是多么伟大，他会更爱你的。嗯，希望如此吧。一定会的。哎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睡你们家，小强姐没有不高兴吧？怎么可能？她多大度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是啊，
他对我都这么好了，更别说对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呀，珍惜眼前的幸福吧，别矫情了。你别光教训我呀，以后不许再喝酒了。妈，我听说您醒了，我特别高兴。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跟您吵架了。妈，妈，您原谅我好吗？来干什么呀？我听医生说妈醒了，我来看看妈，不行吗？妈，你说怎么了？儿子，我不想看见别人。我不想看见我讨厌的人。别着急，我知道了。走了。啊！我就想赶他走。他拆散了你的婚姻，又把我气成这样，我不会原谅他，我不会原谅他。好，妈，妈，你听我说。现在您什么都别想，您这病不能激动，您要想早点好，现在一定要心情平静，好不好？嗯，闭会儿眼睛睡一会儿啊。
生活在继续，难免有风雨，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。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永远不要再分离。在哪里？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幸福，我们爱。